一杯给祝福。好，我刚刚觉得演唱会顺利，也顺利了，好不好？下班，下班，下班了。我问人均有好，你不知道吗？再说20年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比你还要有良心哟。见到了我的高中同学，耶耶耶，好久不见。我要看，耶！他带走，我们带走。我的头都已经开始油了，对，就已经热到开始油了，我还是不肯脱外套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肯脱外套吗？不肯脱外套原因是进去就可以脱了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已经限购，所以你不要穿了。今天就这么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热，不应该这么热的呀。我们进来了，然后呢，我头已经油了，然后你看彩蛋，然后请把这张拿起来，每一次都一定会有。好久不见，有想我的吗？每一次演唱会歌友会都会做这种东西。我是不是有点太兴奋？是不是有点不想跟我讲话？等一下就不要激动哈、啊，我等一下可能也会很激动。这次是很 fancy， 看看我可以拿几张。希望它每天都不一样，如果每天都不一样的话，就代表我可以收集到9张。